GCSE Chinese, Chapter 2-1, My School, New Words. 操场, sports field. 体育馆, gym. 楼, building. 卫生间, toilet, 教室, classroom, 图书馆, library, 办公室, office, 食堂, dining hall, 礼堂, assembly hall, 走廊, corridor, 除了以外, apart from, 有的, some, 戏剧, drama, 对面, opposite, 左边, left, 右边, right. Exercise 1 on page 28. 毛西的学校在英国。这所学校很大，有1500个学生和95个老师。学校除了有一个体育馆以外，也有2个大操场。学校的食堂比较小，所以 有的学生在池塘吃午饭，有的学生在教室吃。学校的图书馆不大，礼堂也比较小，每个走廊都有卫生间。Exercise 4 on page 29. 这是我们学校1年级的走廊。 老师在1号教室教数学。数学教室对面是办公室。办公室右边有一个科学教室。科学教室右边是地理教室。地理教室对面是英语教室。英语教室左边是历史教室。 右边是宗教教室。宗教教室对面是法语教室。法语教室右边有2个美术教室。在6号教室，老师教音乐。音乐教室左边是戏剧教室。 Listening practice, exercise 3 on page 29. 周老师,你们学校大不大? 我们的学校非常大。是吗? 有多少个学生? 有500多个学生。哦,真大。 你们学校有几个图书馆? 我们有1个图书馆。你们呢? 除了大图书馆以外，每个走廊都有小图书馆，很方便。真好，我们还有2个礼堂和1个很大的食堂。 你们学校太大了。